2013年到3、4、5、6、7，到2017年，在走什么？在走甲，它是甲申。哦，2018年到2022年，在走申。这个运势是在走申，哦，这个运势呢是在走甲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从2013年开始，2013年到2022年，各位同学，这不是走10年吗？这个10年里面呢，好，你看，你看这是9年，这边是不是有2016年？嗯，丙申年，2016年是不是在这里面？2016年是不是在这10年大运里面？好，这里差了一个2016年。2016年，这2016年是在走什么？在走丙申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这个人是不是没有木？这人没有木，金太多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他进到这个大运是申了，结果他又跑到丙申年来，是不是已经两大运又有金，流年又有金？那可以判定一件事情，下半年是出事。下半年出事哈，因为金太旺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又没有木，好凄惨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他官府失戒，是吧？十府皆煞，官府十府皆煞。他上面有一个月的贵人救不到吗？都没了，太强了，全部金都倒，克到他的木，尤其是劫煞最可怕了。好，那你现在看这个神煞，神煞是怎么推来的？神煞是从地支推来的。你看这上面天干都没有一都不一样的，甲天干、丙天干居然会一样的东西，对。所以神煞是地支推来的。好，那么重叠以后，金太旺克到他的木，这个人可能就逃不过。好，所以我要教你的是什么？我要教你，我一定要教你的话，有几个东西要教你，就是。五行属性要教你，冲，刑克冲煞要教，再来呢，食神要知道，再来神煞要知道，再来大运和流年撞到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影响，大概有这个概念以后呢，再把我们的身份证字号，我现在写个身份证字号给你啊，写下来。假设这个人用的号码。0935什么什么点什么1818，好，这样好，对，好，再来呢，身份证是 A12006062，好，假设我稍微改一下18182，来走这里，好，好凄惨，这个人好凄惨。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现象。当我看到他的号码是1818那么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18会怎么样？会大失财，对不对？得癌症，会血光之灾，会牢狱之灾，反正很鸟的事情都会发生，对不对？这就是18的问题。结果呢，一看他刚好在走这里，这里是几岁到几岁？43岁到47岁，对不对？他四三到四七也在走18，刚好他现在目前岁数，假设他的岁数在43到47，就他用的号码刚好也是这个号码，我们是可以判定他很凄惨。好，那很凄惨怎么办？那你是不是还要再判定他哪一年会很凄惨？你如果能算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那真的太神了。所以我就要主就一定要叫你八字嘛。好，那么从那边看完以后，发现说。他这个人是完全怎么样？缺，完全金旺缺木的人哦。那么如果到了有金的年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所以我们就把他大运排出来，大运一排出来，哦，这个时间2016年，2016年的今年嘛，对。假设去年，假设2016年的时间刚好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时间点里面，那么是不是去年他就走了，就出事了？去年什么时候出事？农历七月开始，
尤其是农历七月，为什么？申月是大忌嘛，申月是大忌最严重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申月，农历申月，农历七月的申月，是不是也会翻官府、食府、劫煞？所以大运、流年、流月全部碰到。再来呢，哪一天去找生日？啊、哦，生日，那一天他就会上去。好准啊！好，这个故事讲给你。这个故事我上次不是有讲过吗？说我们有一个我们班上某个同学的同学的同学，以前是法律，就是读法律系的，东吴大学法律系。那个是我们范老师的学弟。哦，不是，他东吴大学嘛。就吃饭那个。还吃？哎，有吃饭。嗯，那个不在那边吃饭。哦，好像那不是。所以不是吃饭，别人，他的同学，他硕班的同学是东吴法律系，后来当了律师，在外面帮人家处理很多法律上法律顾问啊，很多法律上的问题。那么因为律师可能也赚不少钱，所以他就赚了很多钱，就挥霍无度。后来他就到澳门去住嘛，他喜欢赌，赌的太大了，赌了快亏了大概快2亿。那快两亿的话，那澳门那边的当地的这些讨债的人就跑来台湾了，也是有走到法律纠纷的问题啦、啊。那因为2亿你根本还不完，所以怎么办？他就实在是没办法，就压力很大，大到他就想自裁，就自己自裁。就他自裁的方式的当天就是他去参加朋友的那个聚会，就喝酒喝的多一点，后来回程的时候脑袋还是很清楚的，载他老婆回到家。那么他老婆就是睡觉，他就坐在沙发上，坐在沙发上坐着坐着，想想，如果不走的话也不行，这怎么样？就自己就开车出去，一直开到那个 motel 去，就找一个房间，就想自己过了。那么啊，刚好就我跟你讲那个时间点，那日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没有刻意找日期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就是那个日。大概就是那个日，大概不会差太多了。那个月就是那个日，好、哦。那后来呢？其实判断来讲是，因为他的运在走了很衰的时候，不是他自己想要走，他自己其实不想走，是因为他走衰的时候，有些东西来干扰他，带着他要往那边走，所以他最后就自己自残。对，那种干扰他进去，自己去自残。所以18是被干扰带走。啊？18是被108干扰带走。其实18、108都会有，或79也是会有。哦、我们之前看那个，我们不是有 po 一个在那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生命艺术的上面吗？不是有那个车祸的108什么的？哦，你看108那种在36啊，哈、哦，这都是容易被干扰。哦，其实18也会，你只要无鬼都是会。所以我要教你的是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从今开始了。天干里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天干甲丙戊庚壬，哦，这是属于阳性的。这种人呢，就是比较怎么样？对，往向外的，比较开心，很快，动作很敏捷，马上就爆发，但是一下就没有了。你说我生气，很快就气完就没事了。但是呢，这种人呢，可能就不一定了。比如丁火人，气完了以后怎么样，闷在心里面。像我是这样，我是丁火人，气完了闷在心里面，但是呢，不太看得出他生气。像这个阴的人就不太看得出他生气。像那个白大姐，你是什么日主？日主戊戌，戊哈，那是个大的，他是大戊。这个戊的人就是像戊就大地。戊就是大地，大地上面有很多东西嘛，比如说河流啊、河川、建筑物啊、哦、树木啊、哦、花草啊，所有的一切全部在大地上面。所以，那个白大姐这个人心胸开阔，哦，我们就可以看这戊土人和己土人就不一样。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每一个天干地支的特质，我讲出来啊、哦。好，这种比较脾气发了很快气就，但是生病会撑不久，最可怕的是这个。
生病会撑不久，但这个他反而喜欢，反而喜欢，就反而喜欢，换回去是吧？换回去啊，这样也很好，这样说。但这个有时候有条件的问题啊，比如说你这个戊土啊，戊土如果太燥的话就很危险，比如说它正在夏天的戊土，你现在夏天嘛，哦，那要小心一点，就表示它这个戊土它本来就是燥的。你看那个什么沙漠啊，沙漠那个戊土就是燥的。戊土如果戊土本身就是燥土的话，如果你又生在夏天，那表示你身体会燥，身体会燥会怎么样？有几个毛病会发生，第一个是心脏的问题，心脏的问题，第二个也有些人很容易便秘啊，很容易便秘啊，他大概都会从因为血液病变的状况发生出来，就是那个燥热爆发出来。有两个地支很重要，要很小心。有两个出生的地支要很小心，辰，还有一个戌。戌叫做土中火，辰呢叫做土中水。这个人的命盘里面，如果说我是属龙的，而且要戌月生，那就完蛋，很危险。不管你是哪一组，你只要辰戌有在一起，那么因为它两个会怎么样？会冲出来以后呢，水和火是不是会冲到？有辰戌命的人，他的一个是命主，正好是日主是辰戌。对，有辰戌的，不是日主哦，不是日主哦，只要他四柱里面，只要四柱里面，尤其是你是出生在年和月，出生在年和月。年和月啊，你是属龙的人或属狗的人，哦，你是属龙的人呢，你在农历九月生就戌月生嘛，对。你是属狗的人呢，你在农历三月生，就是这样的。尤其是年月，哦，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一个叫辰，叫做土中藏水，另外一个叫做土中藏火，那这两个会冲嘛，就是辰戌生不冲，一冲的话，就是土中的水和土中火会怎么样冲出来？冲出来以后，水火就怎么样？不叫交融，交融就是和平相处了，不是交融。水火既济。哇，那个很可怕，那个这马上就出大事哎、欸！最怕是这个感觉。所以说，属龙的人在狗年会怎么样？肯定不会很好，会发点事情。属狗的人在龙年也会发生一点事情，那你要看他是几月份。属狗人在龙年的龙月。是农历三月，属龙的人在狗年的农历九月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也是会发生事情？所以你就会知道自己，就是正好配上。对，你就知道自己什哪一年哪一月会出车祸，就你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属龙跟属狗的人在一起是不合的。不太，真的不太，会真的有点事情，但是这有条件的。程序冲。但这有个条件在的。比如说，这个属龙和这个属狗两个人缺什么东西？属龙的人他缺木，结果属狗人他特别多木，可能还补得到一些嘛，对。那还讲到最后还是要五行互补的问题的，五行互补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天干哈，这个是属于阴的天干，乙丁丙辛癸，这是属阴的，个性比较内向，情绪起伏比较小，生病撑久，但是知道吗？就很累啊。撑很久就很累了。阿丽塔，你是属什么？鬼。你是鬼啊？哦，那可能要再撑一下。不会了，撑下去就健康的了，越来越健康的。鬼日生的人，鬼日生的人，他其实有典故人。鬼这个东西也是很可怕的东西。不是那个 ghost， 那 spirit， 那 soul。这鬼认识。